告诉大家，吃太多牛肉的话对身体不好，而且呢恐怕会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哦。有一个年轻20几岁女孩子，她好喜欢吃牛肉哦，至少每两天就要吃一次牛肉面。结果呢，她家里并没有大肠癌的家传遗传这个遗传史哦，竟然被发现说罹患了大肠癌的二期哦。医界就说吃太多红肉真的很容易罹患大肠癌，所以还是请大家要多多吃蔬果来抗氧化了。